关心台东建设的县议员田时雄、执行县长黄建廷，中央政党轮替对台东好还是不好？黄县长答询，即使中央换人做，还是各司其职，每年照样有设定的目标计划要做，只希望中央审查标准统一。因应南回铁路电气化，田园建议新站到资本可做一个高架桥，希望县府能去协商。黄县长回应，这计划不错，对台东未来发展影响很大，只是缺少建设经费，会再继续努力。丰田与太平地区卡在都市计划变更，使居民无法建盖房屋，但饭店却一间一间盖。田园请县府执行都更计划，脚步加快。你讲这三个所在，你若有政策要做，管你老要做，你就是足简单，只要紧开始做，开始，你就开始去。各表现恁家己去处理用用的好势，恁就先来开说明会啊！我昨下都咱较早都是过去规定，我嘛昨我嘛阿在来讲啊，通通没有动作。啊，人迄大建筑咧起啊，阮起用要大都袂使。只要我这嘴读的，你知无？哎，这语言无好啦。啊，偏偏啊，伊看，咱个议员、林议员咧大细声，伊讲我迄只议员介好呢，讲我无效，讲无效就恁造成个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是，嗯，即款来检讨啦。啊，所以有着这到阮林地区之内，因为你若有去做，这百姓就讲要中话，你嫌伤贵，那没话讲。要欺人伸缩，你嘛嗯，那就。因为我台南县政府我都已经有做啊，你百姓你袂使，你都袂使阁，你袂使阁讲，我这民意代表无效啊！啊，所以你要去做出来，真正都无效啊！我也承认啊。所以我当即选的时候，我嘛讲过啊，我咧做咧讲的，有是敢若狗咧吠火车咧。都有一寡所在。真正无做袂使，我们顺，阮就跟顺迄个势安尼吼，像咱台南啊溪安尼，原有伫遐开5亿外，头到尾咱上清楚，吼、哦，这方面大家都学了较得志啊，对无？因为牵涉到个人迄个财产问题、生命安全问题，吼、哦，这，因当然因伊介欢喜，嘛介称赞。咱馆长啊，啊，至于这个土地重划这个，又，哦，啊，我是认为讲，咱各单位内底吼，恁爱落去，恁爱落去，迄落一个，啊，请馆长带恁重视一下，吼、哦，馆长，我无敢要有一个好消息，馆长看，那个。哇！你出力真济啊！媒体你问我讲啊，你执政这几年安尼落来吼，家己上满意的是啥物哈？会成果啦，啊上无满意的吼，上满意的较济我袂讲啊吼，上无满意的我讲吼，上无满意就即个效率啦，就像你议员拄仔伫讲，其实我嘛足爱讲哇，咱要做个工课，啊都已经确定要安尼做啊，啊都较紧一时间甲做好势，有当时啊是拖足久的。我的心情伫这方面，甲你心情同款。啊，即款的行政的流程也、啊、有啦。啊，有的公务员无够积极也有啦。拄到问题就下咧，先下咧再搁讲。啊，拄到问题就马上要提出来，看安怎解决。这才是做工作的态度。Yeah. 我相信这部分哦，这几年安落来有较进步啊啦，有较进步啦，啊，不过还阁无到我家己感觉的理想，所以我对这个效率，哦，尤其是对咱的执行的迄个效率，哦，真正还是我这几年落来，我感觉我家己较不满的，哦，还阁感觉讲较还阁做了无够的所在，哦，这原因足济，有当时啊，咱中华民国的法令吼，各种的法规吼，安尼定甲死死死，像你拄仔咧讲的。啊！都馆长这边单位，去出去的公文拢总嘛黄建廷，啊这边准的，啊这边黄建廷开出去的罚单，啊这
这是来讲无了啊。但是你讲伊安尼做唔对无？伊嘛是照规定去做的啦。依法办理啊。只是，嘿啦，伊嘛依法办理，只是伊无想到讲，我要去开这张单的时阵吼，伊有去思考讲，另外一个单位有准呢，啊，是毋是我先来甲迄边讲一下，还是安那？啊，无啊，随人做随人的，啊，随人照家己随人的法令。像即款的，就是讲，咱家己本身内底，因为单位足济，啊，迄个横向的沟通无够，哦，啊，所以有当时也发出去啊。后壁问题才要来收尾，啊，造成百姓困扰，造成议员的困扰，这嘛实在是咱有较侪爱家己搁爱检讨的所在。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会，县议员田时雄总质询问政内容摘要报道，由律宣整理。